主席，我哋成日講到咧，香港係一個現代化大都會啊。咁其實咧，香港本地居民咧係嚟自五湖四海好多唔同地方嘅，有本地我哋話即係好耐以前嘅漁村嘅本地嘅居民啦，亦都有啲嚟自其他地方，譬如客家啊、福建啊、或者呢個潮汕地區嘅人咧都移居香港啊。咁其實呢啲唔同嘅族群咧，佢哋都保留咗好多你自己本身嘅一啲文化或者音樂表演形式嘅。咁喺呢一輯嘅清音再聞嘅節目裏邊咧，我哋就會為大家介紹呢啲唔同香港嘅社群裏邊一啲好有特色嘅一啲音樂嘅表演項目嘅，然後我哋會聽到潮州音樂啦、南音啦、探戈啦、客家山歌同埋道教正一派嘅音樂。因為我哋除咗請到啲專家學者為觀眾朋友介紹呢啲咁嘅表演項目之外咧，我哋其實都請到好多一般嘅市民咧，佢哋對呢啲咁嘅傳統嘅表演項目咧都非常之有認識嘅。咁大家觀眾留意啦，高手在民間，唔好錯過呢啲節目啦。